大家好，我是爱与人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2 到 5.3 卡时抽取推荐，三位人权卡必抽， 5.3 新角色例会时间确定， 5.2 前瞻要来了， 5.3 到 5.4 卡时大反转，火神例会时间公布。原神纳塔 5.2 卡池即将登场，除了新角色恰斯卡、欧洛伦等角色登场外，后续卡池火神马威卡等角色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。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等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原神11月大事件的汇总情况了，其中主要就是 5.2 版本前瞻直播的开启。目前来看的话， 5.2 前瞻直播会在11月8日开启，以及大家期待的300兑换码奖励。同时在后续的11月18日也会公布 5.3 卡池新角色的例会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香的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。而说起 5.3 到 5.4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其中 5.3 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也就是最近提及较多的火神马威卡、茜彻拉利这两位复刻角色。虽然一直在反转，不过说法版本最多的依旧是闲云、申鹤这两位，至于仆人等角色会不会插队就不知道了。 5.4 卡池据说是平姥姥、伊安山登场，其他暂时未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5.2 卡池陪跑四星角色的安排也终于来了。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，陪跑四星角色中除了欧洛伦外，还有三位，分别是鹿野院屏障、瑶瑶、菲谢尔。复刻角色则是之前提到的林尼、水龙王、纳维莱特、钟离这三位。不过前瞻在即，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越来越近，除了新五星角色恰斯卡即将登场外，还会有三位五星角色复刻，同时 5.3 卡池还有火神马威卡、茜彻拉利等角色登场。本期就 5.2 到 5.3 卡池抽取规划及后续角色等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角色抽取的安排了，其中恰斯卡作为新五星角色，就目前来看强度还是不错的，不过想要和水龙王、纳维莱特、仆人对比还是差一些的，但大世界能力极其优秀，对于喜欢探索大世界的玩家而言，绝对是值得这一金的成本的。强度的话，建议观望一波上线后的实测再考虑是否入手。而说起5月2日卡池复刻的三位五星角色，目前网传的消息分别是林尼、纳维莱特、钟离。其中林尼就不多说了，纳维莱特和钟离都是当前版本人权卡角色，对于平民玩家而言优先抽取这两位，其中钟离灵命即可，纳维莱特虽然灵命可玩，但有资源的情况下能拿下一命是最好的，林尼则是直接跳过即可，真爱党除外。至于 5.3 卡池登场的两位新五星角色，基本上就是之前一直提到的火神马威卡和茜特拉利了。其中火神不用多说，神明的强度即便是低命也不会差，无脑抽取即可。冰女据说强度目前不是太高，建议观望一波。有关于 5.3 卡池新五星角色例会公布的时间则是在11月18日，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